他的，看我有，看我用麦杖啊。那你的命中率应该连10%都没有。放屁！我他妈那天他妈用麦杖放了个死神的头，我操！懵的，你玩这个游戏就是盲人先锋，你还敢使半藏？狗屁！你看我那天和尚命中率还是挺高的。你只会朝一个地儿打，那个你打中人完全是因为别人往那那地儿走了。放屁！我操！Strength does not come from physical capability. It comes from an indomitable will. 看没？闭嘴！我操 ！Best， 他妈的现在影响我他妈队友的判断。你是 Best 憨走 NA， 我已经给对面心理压力了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你肯定不知道这他妈有条路。你在这瞎转什么呀？你不知道半藏能爬墙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半藏可以爬墙。我他妈知道，傻逼，他下。哈哈，哈哈，看到厉害了吗？这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。那我他妈队友他在破盾。哦，原来这样。你知道你后边有人吗？你知道你后边有人吗？我刚跑了。然后你前面有人。这他妈本来就没办法了，好吗？你敢你听你敢听听声音吗？那脚步声那么大。他妈全被你说话挡住了，我操！那我怎么能听见啊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怎么提醒的你？你他妈看见我他妈掉血，你才说我后面的人，妈的，挺逗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起码提前了1秒多告诉你。哦 ，do something， 汉奏。你要死了，你后边有 Tracer， 你还往前看呢？你瞎呀？我他妈是死前射谁一个人，他妈不亏好吧？对于你来说，你如果能，你刚才是打掉了他57，然后呢，你用你的一条命换了，我觉得其实差不多。那个人有200血嘛？你他妈，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他妈杀人数量是金牌？天哪，北美倒数前200的战斗太可怕了，这都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对对啊，还能开拓打野也不错。I will not be defeated so easily。我他妈有大了，我操！你们这就是谁和谁打的不错，就是幼儿园和小班和中班谁比较成熟。狗屁！我靠！我告诉你。你告诉我什么？你这射什么呢？你这个。他妈！你没看见那有个摊子？哦。哦。你都不敢一个人到对面家里去。不是你一直在射这个车有什么用啊？啊！你是射这车，你要把这车射爆了。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射车啊！我他妈是因为刚才拉的弓，然后如果是我一直拉的弓在减速，是吧？把那个弓给放掉。好惨！那你为什么立刻又拉了？那他妈是保你！你瞎呀！你敢动一下吗？
不过对面那半藏也是脑子真有病，旁边有吹子，你傻呀？他妈摆着黑做被吹子近身就是没有办法。哼，你就承认你被虐了吧？那我他妈现在 objective kill 的金牌好吧？你应该我根据你的水平判断，你应该是北美倒数前20吧。然后你被刚才那个推特大概是北美倒数前30，然后他把你血虐。放屁！纯懵，你根本什么都没看见，瞎说。放屁！天哪！北美倒数前200的半藏对射，他妈要射一个世纪都他妈互相都打不到。旁边有吹子，你瞎呀？哈哈哈！他完全没办法，他妈的不发跑打成红血。你不会跑啊？你不会跑了吃血包啊？那吹子没看见你刚才。我操！而且他妈很多人喜欢在血包那里埋伏。埋伏个屁！我特别喜欢在雪豹的地雪豹埋伏你，你简直必中。Best handle A。 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打多少伤害了？打了有2000吗？3400了，我告诉你。哇，射盾射的，天哪，你这都射不着，他都不动，你有毒啊。他妈被吸回来这是没办法。你别没办法，你这对面法机动都不动，然后你这射了七八箭才射了一箭。我他妈射死了好吧，那射了一箭就死，那不是废话吗？你七八箭才射了他一箭，他动都不动，那是一只不会飞的法机。他妈又射死一个。你在射哪里？天哪，北美倒数前200的战斗。你这散射箭有一点用吗？散射箭本来就没用好吧。哦，你把自己卡在死角里了，你不知道半藏能爬墙吗？你直接往后一爬墙就过去了。他妈，你怎么可能往后爬？你肯定要往前走的。人怎么往后爬？你脑残啊！对面全在前面，你不是顾自己过去找死？这时候他就只有背水一战了。那你赶紧背水一战呀、啊，赶紧往前冲啊，别在后边待着了。我他妈在输出，你不要说话。你到前面输出去啊！你到前面输出去啊！别跟这儿输出啊！人怎么能往后往前走呢？往后退？天哪！哈哈哈！我就看你怎么死的，顺着龙的方向一点不差。他妈！什么？他妈队友太坑了！我靠！有你坑？我他妈站在铜牌好吧，一个半藏站在铜牌。
不过这把你已经打得非常不错了，你都没有上那个被杀的 POTG。太他菜，你最后他知道包了两个人头了。你还不是去死？我他妈没开 X 血，12%。就算我他妈十剑就射中两剑，这很高了，好吧？你是搞笑吗？我他妈 Vex 是22%，这绝比平均的 Hexos Vex 最高。我打赌你不到15%。对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来了，看我最高的 Vex 居然是 Mercy 34%，然后我妈第二步霸28%，麦克雷27%，法基26%，崔特25%，东月24%，我的 Bash 呢？Bash 19%，我建议你还是去死吧，行吗，哥？最低的是安娜11%，哎，其实都还行。